大家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頫每日一字，这个笛，好，启迪的笛。那我们先看楷书的写法，上面是一个油，一竖，一个错步，好，摆动，大概长这个样子。好，再来稍微连笔明显一点点。好，造型呢，差不多，但是连贯性变比较好。好，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说赵孟頫大概就是这样，但是他的错步上，以及这里断点不太一样。我们写写他的写法。他习惯上左边这也是非常重的一点。好，再来这里轻竖画撇，好，这样子，再来点，再一个起来错步，拉着比较长的尾巴，好，它的特色。然后那么再继续看，开始更流畅，这个由这里的连笔就更明显一点点。好，我们来看这连笔整个连转圈圈哈，这里点只折一下，错步更省略一点点。我们继续来看，然后呢，再来错步上的省略，当然还有。我们来看，这里就再写给大家看一下，特别强调错步啊，这里绕圈圈，错步这里可以这样就好了或者是。类似米芾最常写的这样幅度是颠倒或者加一点摆动这也蛮有趣味性的。我们继续来看更长一点，我们知道错步最简单上面的有没什么好变的除非这样写写的，可是呢要小心不要写成太短就变成甜了，不过还好不会变别的字。好，这个最后错步是勾上去。你 当然你可以不要勾上去。这样就好了可以这样撇下来。那当然这样就连续感很好。比如说台北有一个第一名，我们说第一画，我就这样写画。然后这边有很多种写法啦，我们说取其一用这点这样子勾上来。然后这两个字就变成一个一体连贯，然后这里上去就等于一个断点的感觉。如果要继续当然就可以这样连笔下来，大家再留意一下。